今天已经是12月26号了，已经不是耶诞节了。可是若瑜还是很想送网友们这个耶诞节的礼物，算是一个2021的新年小礼物，好不好？就是来唱首歌给大家听。其实刚刚呢，在这个学府的节目中哦，其实我已经唱过歌了，只不过呢，因为太临时上去了嘛，所以很多网友都说，哎，我没有听到啊，我没有听到啊，不算。所以我现在就加码唱歌，那么希望大家呢，哎，可以赶快叫朋友呢打电话给他们，立刻打开我们中天的直播，好不好？因为若瑜要唱歌给大家听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，也是我很喜欢的歌，叫做《太阳》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我在身旁。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就算不能在你身旁，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。大家喜欢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加一，好不好？请帮我加一，代表说，哎，很喜欢若瑜唱歌。如果大家都很喜欢的话呢，我稍后会再加码一首歌哦。